不要带宠物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慢点，别闹。小米，启动，走来走来。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吗？当年在香港的开场啊，罗师傅可是最厉害的龙虎武士。龙虎武士入门。 首先要学的就是挨揍。我又没有学了，下次。对，罗师傅，今天我就要拿你这马来抵债。师傅，我想我得这么写才能输。叔叔，那这回官司万一输了怎么办？练这个，到时候用得上。罗师傅，你们稍微冷静一下。 我爸他们那些人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？他们很简单 ，action， jump， hospital。你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。龙虎武士，never say no。我都是热血男儿，来跳。